今年2022年壬寅年的攘疫消灾万神朝礼祈福大法会，这个缘起是在两年前2020年庚子年的时候，就着王爷的神威啊，很显会当啊，这个斩妖除魔会当来个疫情大了。那个时候由于 COVID-19 的疫情啊爆发得很突然、很快、很严重，所以很感谢南文生戴天府能够站出来，很快的时间来举办一个法会。那这次大法会主要的目的，当然是第一个希望疫情早日退散，第二个也希望台湾能够更平安啊，经济更发展。第三，无非是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疫情消散的概念，也希望世界能够啊和平，啊民众能够安全平安。市长做交代，用上紧的时间啦吼，找一间诶靠代表性的宫庙来申办一个法会，来为万民来消灾啦吼，来找南昆新大殿府来申办这个工作，拢总参加167间宫庙，差不多有500几个接触人员。夜车强上边迄边，天书上帝啊，开机五千岁，开机观音座，开机万千爷，请顶宝座来照顾安大。咱恭请咱台南市各宫庙祠堂庵，或者众神神佛来到这个所在，主感啊，今日这个法会，啊，咱在此来向上苍来登台发表表文，恳请众神就是请神来到这个法会，和咱的新冠肺炎病毒早日平静。三观妙境，三观就是天地水，三元三品三观大地。大家无罪愆，大家安居乐业，万灵圣灯，万灵圣灯，所有的万灵，包括人，所有灵性的，大家元神焕灿，根基旺盛，来面对生活，奉献诸品，可以得下众神，有七贤九神，啊，有九项宝物，有香花、果、茶、酒、珍馐、净水，也佫有斋饼，总共都啊九项的九神。这南昆新大天府吼，号称王爷总庙啦，啊，欢迎国内花20000外省啦，啊，咱五千岁从古早时代就是咧主役的啦，所以讲咱拢是咧讲文神文神，他是在初一的神，咱义不容辞，这个行过咱来大喊，希望讲会当咱大家拢平安安全，百姓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啦。这是咱南昆新大天府对社会，对咱的所有。人民一个社会责任，咱来共同来做这个发挥，会当希望今年的疫情会当早日消退。这个感谢咱市府啊，这样看到咱南昆新大殿路啊，由咱来承办啊，这是真有意义的一个发挥。我们台湾首富文创特别赠送了这个祈福盐，这个盐是来自我们北门正阳开的金仔角瓦盘盐田，啊，这个天然日晒海盐，经过三瀑九晒的日月精华。这个能量盐加上我们法会大法师的祈福，那这个祈福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净身，可以镇宅，可以保平安除秽。那我们赠送给所有的公庙，那希望透过这个祈福盐可以分享给全国的各位信众。希望讲高峰的时卖伤悬，啊消退的时退真紧，这个是这个上天啊，玉皇上帝由于神尊会当来。帮咱咱的同心来斗三工，人嘛爱人嘛爱神，神会当来庇佑大众，人爱做好防疫。咱希望讲，这次的这个法会，伫啊咱南昆新大天府主持，咱各大宗庙协助的情形下，会当啊对咱地方、对咱的台南市、对咱的国家、对全世界，拢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孝心好台湾，台南平安，台湾平安，全球平安，台南平安，台湾平安，全球平安。